大家好，我叫哈志涛，回族，传统的穆斯林家庭出生。2023年1月6日，我的母亲也非正常死亡。我的母亲叫马英，也是回族，传统穆斯林家庭出生。我母亲是1952年出生的。去年我母亲被非法关进监狱10个月。理由是我母亲恐怖，危害国家。我和我母亲生在天津，长期生活在北京。我们从来不犯法，3年来遵守中国的疫情政策，就因为我们信仰伊斯兰教。我觉得我应该重新录一遍的样子。